我从来就跟他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吧，所以已经过去了。那过去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必须要很表白出来，让他们知道我跟他是没有婚姻的关系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户政登记过。办婚宴的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他在美国有结过婚，而且他的先生是信仰，后来是告到台湾来，告到我们的派出所去。那分局呢就告诉我说，哎，你现在目前有犯结婚罪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娶老婆有婚罪，他已经告到台湾来了。他说为什么？我开始说，我才发现到他为什么不跟我登记的原因在这里边。那我现在登记，后来我搬来我们去共同把解决掉，解决以后我们再登记。他说不要，我没有时间，不要，我们就这样也很好。总共交往几年了？到了九快十快九年吧，啊，八九年。我到最后才看清楚他，我以前没有看清楚他，我以为他对我这么态度是因为他很爱我，结果他不是这种态度，不爱我。他从头到尾就这个人给我假象说他很爱我。我还被他家暴过两次，打哪里？打头啊，头破血流啊，两次我孩子都看到了，就我有照片啊，就外婆证据洗掉了，而且还跟我讲，那个我是你太太，我对你的钱都是帮你管理，你把钱就转给他吧，转到账户里面，这样就账户最后结算以后，他全都拿走了。400多万，这个拿什么？那算了。那你没有跟他要回来吗？啊，不给了，要回来，他骗人，你该要看。然后我现在这种事情我讲到过去过去了，因为我的认知是他很爱我，可是我最后发现认知他不是很爱我，他用这爱我的名义让我去迷失我自己。我有家暴谁？你们看我身高也才一米一五六，然后我体重46公斤，看看大哥这么高这么大，你们觉得我有家暴吗？他如果没有家暴我就不错了。所以会觉得人家讲出400万被你拿走这件事太无辜了？四五百万、啊、对我来说啊，实在是可能我花出去的已经不是四五百万。表演，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说要不要提稿之类的？不需要，他都80了，他开心就好。